I have nothing left now. I cannot give you more.没有人吃洋葱，也没有人吃绿色菜，那我不如看一下柠檬怎么样，加点橄榄油。没有人吃柠檬。这只最小的最可怜，它不太会抢。好了好了，不能再磕了，我这也没有什么，还有一小肉末，或许可以给你们，老板不会发现。还有一点，我觉得这是真的没了，还有点米饭。你们不吃米饭？好了，没有了，不能再吃了。再见，亲爱的可爱的东西们，我要用叉子把这个东西叉走了，不然老板会说我。叉子在这儿。哎呀，我天！这上面没东西了，别吃了，小心扎着你。